試験活動開始よ。あにゃおい。てか、そうしば。所以那个得算的对吧？其实对我来讲，其实都是不怎么的客。跟我屁事？哦。变成碎片就对了。其实这个活动是旧角色上来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不是重点。那个有点想说，那不是讲什么是重点吗？重点这个时候要讲吗？当然是竞技场上主线的角色啊。林奈，我给你看那个主线，有人讲过了吗？阿娘为毒牙西域，超帅的毒牙来了！哎，还有香菇。回头完就好了。那些影片呢，就到这边。然后，接着我们就去扫一下。那我就是慢慢推进我的主线给你们看。那有人一定要问啊，那你可以让这游戏有比较 online 的感觉吗？因为其实他没有聊天室啦，所以我要制造 online 的感觉，应该就给你看我工会的成员吧。现在也没办法，他没有聊天室。应该是没聊天室啊。现在主线打那么久。
就会少。